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我们的一个肚子肚子里面大家比较有印象当然是我们肚皮啊，因为肚皮随着年龄啊当然就会比较有分量一点。其实肚皮的后面啊，这是我们也有一层啊，很像那个大家可以看到猪的肠子的时候有一层那个油油的那样的一个薄薄的薄膜一样，其实它是一个保护的一个组织好像我们随时盖着肚兜啊，怕我们着凉的意思啊，会有这样子。那底下当然就是我们的肠胃道啊，大肠小肠啊，我们的一个肠胃消化吸收系统是在这个位置啊，所以我们会聚焦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这种结构。我们再把这个大小肠肠胃跟这个这个系统拿掉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所以血液循环系统针对我们的一个肠胃道，它也有它特殊的那样的一个安排，譬如说供应到小肠的，供应到大肠的那样特殊的这个结构。所以随着我们的动脉硬化年龄啊，或者是动脉硬化的一个结果，这些重要的这个血管它也有可能会动脉硬化，动脉硬化的结果我们到肠子去的血液循环也会发生问题啊，所以就有所谓的肠中风会产生出来，意思就是说它可能突然间阻塞了，血液循环不良。那这个血液循环不良的一个结果，如果没有紧急的想办法给它疏通的话，当然透过药物治疗可以疏通啊，必要的时候手术治疗可以疏通，但是呢如果太延缓的一个结果，肠子的血液循环发生问题，它就会坏死，坏死以后腹膜炎败血症，它就紧接着可能骨排会这样的一个影响会产生出来。所以对于我们血管的一个保养啊，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啊，任何一个地方能够让它多清澈一点啊，当然饮食啊这些都是对血管能不能让它保持永远有它的一个弹性非常重要。不过血管啊有时候这个不是我们维持在恒定的一个状况，某些时候它就会比较收缩，譬如说紧张的时候。这是1944年的一个谋杀电影啊，这个叫做《煤气灯下》。没看过了，不过基本上他在有很好的一个风评啊，就是意思就是说在那个时代透过悬疑的气氛啊，又透过那样的一个煤气灯下有烟雾这个弥漫，然后暗暗的一个灯光之下凶杀案发生的时候，哇，这个恐怖指数啊就飙高了，非常恐怖啊所以自古到今啊同样的一个手法依然不断的上演。但是什么叫做煤气灯？我们现在几乎都已经完全不知道它的一个存在，因为人类的一个历史啊，我们把现在视为是永恒啊，好像从以前就是这样子，哪这样子啊？我们的灯光、我们的照明、我们的一个居住环境、生活条件，其实就人类历史讲起来是非常弥足珍贵，我们要知道珍惜，要把握，不然这些也可能成为过眼云烟啊，温室效应等等的一个问题，都是危害着现代我们未来的一个世代非常重要的这个社会环境的一个变迁啊。好，人类早期要得到光明，靠的是什么？火把要不就是慢慢有油啊，那什么样的油？大家说石油，石油也是近期的事情啊，以前都是弄那些动物的油或鲸鱼油，这个可以燃烧的，像鲸鱼油燃烧时间可以长一点，它的味道又不是那么样的一个刺鼻，所以当时鲸鱼被捕杀，其中有一部分是因为它能提炼出很多的鲸鱼油出来。好，那个是古代那样的状况。到18世纪末、19世纪，甚至于20世纪初期啊，这个东西就有它角色。这叫煤气灯，煤气灯，所以显然它要透过什么样的一个气体输送到这里，然后在这个地方点燃让它晚上可以发挥它的一个光明这是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步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是当18世纪末19世纪那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画作。那当时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一个一个。
这么多，这不是千手观音啊，这是煤气啊，煤气灯啊。所以煤气灯在那个时代好像也是一个进步的一个象征啊。你看女生在这个地方代表的哦，有现代的这样的一个照明的一个东西啊，那背后这个也是煤气灯。那请大家聚焦在这里，发挥一点想象力，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这是有一个人啊，特别有个点灯人啊，晚上的时候要一盏一盏的灯啊去把它点燃，透过一个长长的棍子啊，能够再把这个煤气灯给它点亮的意思啊。所以晚上就变得比较安全，街道就不是那么样的黑暗恐怖啊，这个到处可能发生犯罪的一个状况，亮让白天的时间可以延长。像这个是巴黎，可以看得到，这也是煤气灯下。所以这个煤气灯下其实啊，也跟一件事情啊，那煤气灯的一个普及啊，跟一件事情也有关系啊。拿破仑，跟拿破仑怎么有什么关系啊？拿破仑不是叱咤风云吗？在欧洲席卷吗？那怎么跟他跟煤气灯的一个普及有关系啊？他推广的吗？不是，他战败。1815年他战败的时候，战败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啊？枪管很多没有用。很多的枪管呢没有用，那个枪管就拿去做煤气灯啊，所以让它的普及率啊可以提高，在法国在欧洲这个地方啊。所以人类历史啊有时候这个一个转折，可是也有那么多的唏嘘啊。所以这是一位画家画的，你看煤气灯代表的是希望、未来跟光明啊。所以我们要对于这些现代的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真的要珍惜啊。那医疗当然更要珍惜我们所拥有，譬如说这个光，我们现在的光不只是照明的光 ，X 光，或甚至于是不是 X 光的核磁这样的一个影像，可以让我们对于一个体内的一个把握度、准确度更加精准的结果，我们可以治疗的情形就比较好。这是电脑断层，它是 X 光，但是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些景象。这是气管，气管两边有这样的一个组织啊，这是什么组织啊？这是我们的甲状腺，所以我们的甲状腺是随着这个气在气管，那随着跟着我们的食道这个关系的话，我们做吞咽的动作的时候，它就会往上往下啊。所以平常摸的时候是摸不太到，摸得到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那才请临床医师做一些检查，理学的检查，看它质地怎么样子啊，有没有特殊某个地方特别硬等等。那么超音波的检查，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抽吸的一个动作，意思就是说可以把细胞给它抽出来，抽出来以后做一个染色，在超音波的指引之下发现有问题的点，再给它做抽吸的一个动作。抽吸的动作告诉我们的细胞病理就会跟我们讲有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时候进一步要给他这个怀疑的地方做一个处理。所以这是一个女性病人，40几岁一个女性病人，她有问题的就是在做检查过程中，这是右边的甲状腺，这是左边的甲状腺，左边这里发现有点怪怪的这个地方，所以给她做抽吸啊。这个事实上大小很小，只有0.7公分左右的，但是超音波底下发现怪怪的，有一些微钙化的状况，那就在超音波的指引之下，那么再把这个地方做抽吸啊，结果证明它是一个甲状腺癌。那么它左右边的这个甲状腺事实上也不小，有一个2.8公分左右的这个甲状腺。那在这个地方，它这个临床的医师也做了抽吸啊，结果发现这个细胞是正常的，右边是正常，左边是有问题的。但是开刀进去的时候会把这两边这个甲状腺给它拿掉以后，拿掉以后送病理的检查，结果左边原来很小的地方确定那个0.7公分那个整个都是甲状腺癌，那么右边2.8公分大里面有一小块，所以怪不得抽不到，那个更小。但是因为透过这样手术的关系啊，把这个问题通通跟他解决掉。所以你看看那个完全你摸不到那样的一个状况之下能够消弭于无形啊，因为原来甲状腺的我们的切片组织是这样子的，里面的甲状腺素细胞排列很整齐的状况，变成甲状腺癌的时候它就会增生，这个局部它会产生一些影响，那甚至于后来会产生出转移的一些问题出来。所以这个因为基本上是在我们脖子，所以理论上是比较表浅的组织，我们还是要这个多注意一下。那临床的医师在给他帮忙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掌握度就会更好。所以煤气灯下代表的不是恐怖电影啊，而是人类的进步指标里程碑。感谢您收看，再会。